茶具。好，哦，哇，漂亮漂亮漂亮啊！他瞬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所谓的场下是好朋友啊，在场上就是一个竞争的对手，甚至是敌对关系。你看这球，哦，漂亮漂亮，成功的挽回了。蝴蝶穿花式的回球和跑动，机会，好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哦哦，哇，漂亮漂亮，绝快的反应和判断力。瞬间线路的选择，这是对运动员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。反手后场，互相找机会。哇，漂亮！还有，还有，哇，还有，没有了。哦，让我们为两位运动员精彩的表现鼓掌，太棒了！漂亮，漂亮！好的，好球，漂亮！啊，萨利芬，好球。到了，好，好，最后一个出界球，11-8 ，Fred 赢了第一局。好球。Frag 示意说自己的回球已经两次落地了。那好，这局球的话呢 ，Coco 应该是有机会，现在已经拿到了第一个局点，有5分的一个机会。是出运动员如何尽力的去打球这样一个分地球啊，漂亮漂亮漂亮，
那 Frank 也是紧紧的握住拳头为自己打气。哦，漂亮。Cole 也想赌一下，没有猜准方向。好，漂亮漂亮漂亮。球火，漂亮漂亮。机会。好球，还有 throw 选手，埃及选手进行决赛。那么期待我明天精彩的表演，谢谢大家。